主料羊肩肉300克，辅料大葱3根，料酒1小勺，盐1/2小勺，糖1/2小勺，胡椒粉1小勺，香油1小勺，味精1/4小勺，香醋1小勺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大葱切滚刀块备用，羊肉切厚度均匀的薄片备用，羊肉中放入调料和一半量的大葱腌制1到2小时入味。锅烧至非常热，倒入食用油加热至冒烟，把腌制好的羊肉放入大火中爆炒，再加入另一半的大葱快速翻炒，最后沿着锅边喷醋起锅。烹饪技巧一：做这道菜对羊肉的选择很重要，羊里脊、肩肉、后腿比较嫩，适合快速爆炒。二：大葱最好全用葱瓣，葱绿色的部分炒出来口感不如葱白嫩。三：做这道菜锅必须旺火急炒，调味在羊肉腌制的时候已经做好，后面一气呵成，羊肉就不会老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